好，没有传给你是不是？那你坐在这边看嘛。传给你，那你就不会自己上？你没有网络吗？不是，我们本来就是。来，一样的段落，来一下啊。怎样嘛、啊？我就靠自己啊，还没手掌，之前自己看着办啊。哇，好。没有了。假音哦，不要往那进哦。就算宇宙爆炸，海水都蒸发，只愿你的记忆里有我的拥抱。等待一点一滴，你对我感到安心。有了新的默契，便利商店里谁也买不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，只握在喜欢的人手上。你对我感到安心，感觉朋友关系有了新的默契，便利商店里谁也买不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，只握在喜欢的人手上。你们还记得吗？这首歌的尾巴，它就是一个一直在那边给我你的爱，给我你的爱，给我你的爱，爱爱爱爱爱。
大家记忆很好哦。那你们记得谁先说爱你的吗？谁爱记得是谁？阿咪咪老师抓不到 key 对不对？好的，刚刚透露了一个这个专辑里面的小惊喜，就是会有一个我心中很非常非常分量的创作的歌手。你们会想知道说我跟他的这个合作是怎么样的开始吗？因为我怕说这种大家比较不想知道，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我花了多少钱。对，我这个是我蛮好奇的，这个世代比较细块，对，搞不好大家想知道，真的假的？你说多少钱是不是？不是，钱不重要，钱不重要是不是？那多给我一点，最近很穷。我要陪你去拉拉山。哎，有这边有一起去拉拉山的朋友吗？只有一位是不是？两个人，两位吗？这两位吗、？OK， 哇，保险要买高一点哦，因为我开车。可以我开吗？可以开我那一台吗？哪一台 ？Infinity。哇，思甜觉得关你什么事？你又没去，够坐轿，因为没去过，怎么去？我跟欧面不是有那么熬，我不去拉三层的蜜桃。哇，那时候还没有水蜜桃。好，我大概很快速的讲我们的合作是怎么样开始。我非常喜欢 Tank， 就是。